其实也可以靠类似的架构哦。OK， 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删除了。不过问题来了，我变成我要执行之前，我还要再来执行删除，虽然不麻烦啦，比如你现在执行，哦，然后啪跑跑跑，那变成说我下一次我还要再来删除，那有没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，就是说，哦，我干脆执行，如果里面有档，就帮我删掉。 如果没有档就跳过去就好了。哎，那怎么做？很简单嘛，你就做一个逻辑判断。所以上面的话，我就写一个逻辑判断。什么逻辑判断呢？如果里面有档案的话，那我就删除 call 删除档案。哎，那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档案？很简单嘛，DIR 把路径告诉他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，哎，但是这边的话不用一个 space 啊，因为只写一次。所以我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把 DIR 刮弧里面哈，不过其实也不用写，不用串接吧。这边其实就是把它写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这个路径底下哈，有没有这个副档名叫做 XLS 的这个东西不等于空的话呢，就表示说有，有没有？啊，如果等于空的话呢，表示没有；没有的话呢，那就直接 就跳过了啊！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进去帮我删掉吧。OK， 应该懂我的逻辑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如果有，所以这边按 F8 哦，执行给过来。哎，有没有？它一定会，应该是有哦，有。只是说前面我们不用再等于 S，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档名啦。OK， 所以有了，那就进到这边了。OK， 就帮我跳到这边，帮我删。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帮我把它假设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把它假设删掉。OK 哈。 这边啊，如果里面没有的话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没有的话哦，它有怎么样跳过了 ？OK， 有点像一个那个闸门，哎，有好，那我帮你删。如果没有，那我就跳过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等于多一个这个逻辑判断。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，我就不用再每次还要判用人工判断。所以以后哦，最好是，因为现在我觉得哦，很多东西会赚钱哦，都是赚懒人经济。 因为现在人就是懒，懒就可以赚钱，所以你看那个Foodpanda，我看还有那个 Uber Eats， 为什么生意这么好？每次我路上，哎，对，奇怪，尤其吃饭时间，到处都是那种，到底有，对，那到底他赚什么？就赚懒人嘛，因为很多人懒得出门，对不对？就直接，所以很多时候像便利商店会什么这么多？因为大家很懒嘛，对你跑那个卖场或跑大街一定比较便宜，或者 传统市场会比较便宜，但是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？对，除非哦，你比较多，所以这种东西就一样嘛，城市也是一样，就是呢，如果你可以让别人变得比较懒的话，这是好方法，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像懒人的写，尽量写的让人家完全都不需要特别去想什么，一下就执行就 OK 了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所以我刚刚这两段哦，这两应该云端上也有。 哎，所以这边刚刚的这个，哎，在删除在这里。那逻辑判断的话，哦，你们就看一下下面这里。哎，这个是应该这里了哈。OK， 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目录不存在哈，你也可以用 MKDIR 去帮它新增进来。不过这个，如果把它放到下面啊，这个仅供各位参考。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再增加的啦，只是说刚好有同学问，我就顺便加一下。 哦，所以这两行哦，其实就是这两行，我干脆把它复制到这边好了，复制到这边贴上 ，OK 哈、哦，就是这里啊。另外呢，哦，还有一个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说你里面哦，比如说 if 中间只有一行的话，其实跟各位讲啊，如果你只有一个 call 一行而已哦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，就是直接哈、哦、写到 then 后面 ，end if 不用。 这样是 OK 的哦，但是前提是只有一行，如果你有两行就不行。OK 啊，有些同学问我，因为我当然我看到一行，我一定我又会写一行嘛。那、啊、可是又怕有的同学哦没讲过啊，不知道，其实可以是这样写啦。OK 哈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所以这边主要就是说，哎，如果画面更新要关掉，那我们就是加一个 application screen updating 等于 for， 这个前面讲过。 另外的话呢，如何删除档案？好，删除档案的话，那主要是利用 DIR 这个函数。
那这个函数呢，你只要跟他讲一个目录的底下的所有星号点的副档名，他就帮你找。那找的话呢，哦，他会回传跟你讲那个档名跟副档名完整的哦，哦，然后一直找的哦，帮你删一删，删到没有为止啊。另外再增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就是说，哎，如果你要删掉档案的前提是因为里面哦，它有档案的话。 再帮我删，如果没有档案就跳过去的话，那你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哦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确保你的程式哦，不需要动那么多脑筋，还要到底什么时候按，什么时候不要按啊？不用了，你我程式自动帮你判断好了。所以以后的话，我发现哦，很多地方程式哦都很需要做很多的判断，好、哦，然后甚至的话，以后人工智慧甚至要学习，能够加上那个。 所谓的深度学习，然后人工智慧，哎，那以后哦，会达到呢，你反正做过的事情，它都帮你记得了，然后下一次的话，你就不用再重复做过，它也可以自动帮你 work 化，哦，所以这个当然，不过这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我看现在很多地方哦，慢慢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出现，哦，而且好像加一个人工智慧，哇，整个。 感觉又是一个新的东西，那一个新的东西的话，你也可以重新一个价值了，所以你要提高那个附加价值哦，恐怕要想想有没有办法，多一点东西出来，就是跟以前不一样。OK， 好、哦。